三长长棍，大力棍，五个棍，五个五长棍，六个六长，六个六长棍，七个七卡车。我们好像你决定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听你的话，七点，这是全台湾最龌、最最最最龌龊的儿歌，最不雅的儿歌。不会啦，我们要做的是每天都要做吉他声嘛，不然你不吉他声吗？对，不吉他声。加湿，我好像有闻到一种味道。好，那七的话是吉他声，八的是什么？八加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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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不错，哎呀不错，擦鼻汗，要抖啊，不然给你干嘛？擦鼻汗，今天擦裤衩，再抢抢棍，擦鼻混，我的红酒棍，来的老家孙，骑骑卡车，来八倍八加九，不押韵的。哦，没关系，他说八加九就八加九，那九怎么办？告哎、欸！接下来告的是有、啊，告哎九加八，九加八，九加八。南关天堂转型告哎、欸，我擦皮刷，擦眉弄花花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哇，这样偶尔干嘛擦皮刷，对不对？偶尔米刷就偶尔米刷，哎，偶尔擦皮刷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那告哎不要乱。告你汪汪汪！好，来一遍，一二三，七七擦鼻汗，第三步擦，再抢抢棍，擦鼻混，过来滚，再给大家伸，七点七卡撑，背八加九，告你告汪汪！很辛苦嘞，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多的新的歌？站里面乱。我那是一才 seven eleven 哎。我们准备唱到二十吗？我们真的可以唱到二十哦？可以，你要唱到二十吗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本来今天想要来教各位的台湾土地名，看样子没有办法教了嘞。谁来？第二组。那我先唱一下台湾土地名。不会啊。